大家好，欢迎收睇意大利甲组足球联赛嘅直播啊！咁啊，今晚咧就会为大家播映一场嘅大战啊，就系祖云达斯主场迎战罗马嘅比赛啊！咁啊，两队嘅形势而家咧，其实就个位置咧都系叫叮当码头啦。咁啊，罗马打廿场波之后咧就40分，暂时排喺第三位嘅。咁啊，至于祖云达斯咧就踢咗19场波有39分啊，一分落后俾呢个罗马。咁啊，但系咧就有一场嘅优势喺手嘅。咁但係距離榜首嘅兩支米蘭斯球隊咧，暫時咧仍然都有一段嘅距離啊！咪因為而家榜首嘅祖雲達斯咧，榜首嘅米蘭咧，咁啊亦都係47分，咁但係咧就打多 AC 打多呢個祖雲達斯兩場嘅。咁啊至於其餘嘅後邊嘅球隊，拿波利同拉素咧，仍然都係緊隨其後，仲有咧就係亞特蘭大啊，咁喺後邊咧都係咧就等緊嘅。所以呢一場波對於雙方面嚟講咧，都係比較緊要嘅。咁所以睇下呢一場波，咁啊呢一三分咧，咁啊究竟邊一個咧就可以咧就帶走啦。咁啊雙方面嚟講，其實個形勢上面咧都係比較明朗啦，叫做咁啊，因為而家叫做頭四隊啊，咁啊稍稍透出嚟嘅。咁因為其實阿蘭大打廿一場波啦，咁啊37分，咁啊少兩分，仲要打少兩場。咁但系而家變咗咧，就開始啦，踏入下半季咧，開始都見到明朗啊！咁啊，睇下差唔多叫做進入大直路咁滯噶啦，叫做咁啊，睇下祖雲達斯可唔可以繼續咧，就係衛冕啦。咁啱啱見到雙面嘅領隊咧，方石加啦，同埋就係派魯。咁啊，迪巴拿今場波咧，仍然都係唔會見到佢落場嘅，因為都係受傷噶。後備席名單都唔見到佢個名嘅，咁但係咧都係喺場邊咧，咁啊繼續支持翻咧就係自己嘅隊友。另外呢邊嘅聖索迪斯高都係啊，暫時咧就喺呢一個後備席名單上面嘅啫。今日執法球證就奧沙道啊，亦都係喺意甲裏邊啦，其中一位就係比較有明星嘅球證嚟嘅。咁啊數一數人數之後對一對標，賽事都將會展開噶啦。先開波咧就係作客嘅羅馬，追翻佢哋嘅主場波三啦，全紅而家莫右攻左嘅。咁啊，至於祖雲達斯亦都係追翻佢哋主場波三啊，黑白直間，百夫百物啊，而家莫左攻右。同大家一齊睇呢場比賽嘅有我自身嘅。咁啊，羅馬其實近期個成績唔錯，睇下呢個波啦，比馬尼，哎呀，心口照翻咧就係比斯扎斯尼。今日正選上陣嘅新特魯啊，咁啊亦都係咧就。在呢個傳中裏邊，咪將個波咧輕輕心口一挨翻俾咧，就係今日嘅正選門將斯亞斯尼啊。咁啊，日祖雲達斯就近幾場波咧都睇得相之順啊。包括咧就係上個星期咧就係作客2-0新德里嗰場波啦。咁跟住喺週中嘅意大利杯裏邊咧，咁啊作客呢個國際米蘭亦都係2-1。咁啊嚟緊咧就週中啊都會係再踢多另外一場第二回合嘅。咁啊喺作客2-1，翻到嚟主場更加有優勢。不過咁啊，所對嘅一隊咧就係叫國際米蘭，亦都係其中一隊嘅爭標分子，亦都唔可以話咧就作客2-1就可以鬆懈咗落嚟啊。所以其實呢兩場嘅比賽嚟講咧，都對於祖雲達斯嚟講咧都係幾緊要下嘅。咁啊一場咧就係關乎聯賽咧嗰個爭標啦。咁啊另外就係嗰邊意大利杯。咁啊如果可以擊敗到呢個國米的話咧，咁亦都可以再進一級。咁因為祖雲達斯其實今季嚟講個發揮就唔係話真係太過理想嘅啫。咁啊，所以咧亦都係咧就睇下咁啊，可唔可以喺杯賽或者聯賽裏邊，起碼攞翻個杯先咧。贏埋就係國際米蘭就可以入決賽啊。咁啊，將會就係對拿波里或者亞特蘭大嘅勝方。咁啊，嗰邊其實就～拿波里同亞特蘭大啊，第一回合裏面咧，咪亦都係咧就0-0打成平手嘅。咪睇下咧就第二回合咪會係點樣嘅賽果啦。拿波里會主場嘅第二回合裏面啊，派路而家基本上場場都係憂心重重，見佢個樣。咪因為始終暫時個成績嚟講，未喺聯賽裏面有一啲優勢，咪加埋意大利杯，雖然話暫時入咗四強。第一回合咧，亦都係贏波，咁但係始終咧都仲有兩場波，起碼要去踢嘅。咁啊，唯一咧就係話喺意大利超級杯裏邊咧，都係要有個杯落手啦。咁啊，但係就始終一場過啫，嗰個杯賽就咁。但係我相信會方嚟講，聯賽或者係歐聯嘅比賽咧，先至係最重視嘅一個賽事啊。咁啊，開咗波2分0鐘嘅啫，見到咧大家咧都係用個波用得比較就係純熟噶，咁啊就唔會話。
大腳咧就揈上去住。咁啊，羅馬呢邊咧亦都係啦。咁啊，始終係佢哋都係比較注重啊，方石加呢邊咧係地波嘅推進。咁所以咧令到咧就係而家咁啊開咗波初段咧兩邊咁啊都係睇呢球波點啊維里度地波俾埋嚟。不如我好彩又係新道路包到嘅啫。咁啊，但係路雷斯再俾翻過嚟，再執翻出嚟中間，但係又係失咗。好啦，俾咧就係維里度，哎呀諗住輕輕印俾咧就係自己嘅隊友基斯坦迪。咁但係呢球波就有少誤會啊。咁啊，祖雲達斯呢邊其實都猜得幾定嘅，咁啊都唔會話又係立亂一腳咧，就係揈翻上去。嗱，睇下維里度呢球波，地波俾埋嚟，失得少重心㗎啦。其實新道路呢球波，哇，艾沙拉維。咁啊，今場波就都係喺後備席名單，喺呢個後備席名單裏面都係冇嘅，咁啊只能夠咧就係坐喺呢個觀眾席嘅啫。咁啊，艾沙拉維其實就佢都。在羅馬叫做成名差不多叫做差不多叫打得最好啊，咁就係之前咧喺羅馬嘅時間嘅啦。咁啊，今場波咧亦都係未能夠就係上陣，同迪巴拿一樣啦。咁啊，佢都係坐喺呢一個觀眾席上邊嘅啫。咁啊，但係就當然啦，都係支持翻自己嘅球隊啦。畢竟不過其實阿沙拉維都已經就28歲㗎啦。之前呢亦都係呢就去過呢個上海申花啦，喺呢個中超裏面去咗兩個球季㗎。今季都係跟住亦都係返返嚟羅馬呢、這個呢邊。基亞沙近期都係相當 fit 嘅，基本上好多祖雲達斯嘅入波呢都係靠佢嘅走動呀亦都係產生的。拉布達啱啱都係九腳長，其實今日嗰個嘅中場組合咧，可以話係祖雲達斯叫做打咁多場，可以話揾到最佳嘅人選。因為睇咗咁多場啦，阿法美魯初初嚟到嘅時候，其實就唔係話太過適應嘅啫。咁但係打下打下啦，而家開始咧已經攞翻個正選位嘅啦。咁跟住佢嘅拍檔咧就係拉布達啦。咁拉布達就首場腳長喺中間，亦都助攻助手。所以而家開始咧就揾到比較穩定嘅中場嘅人選，咁啊再加埋咧都係越打越好嘅麥基恩尼啊，咁啊所以都係咧就喺中場線裏面呢三位漸漸就已經攞個正選席位。呢邊斯朗一個嘅假動作啦，咁啊亦都係想過，但係可惜咧都係呢球波咧係俾對方拉拉，呢邊就江沙魯偉拿都係個樣好無奈，咁但係球證好差，佢都係吹罰咗噶。見到門將盧比斯亦都係好緊張，因為知道斯朗係準備射呢個罰球。哇！嗰邊接連嚟啊，俾人擁跌咗喺禁區頂。奧沙度走埋睇咩事，成個就擁跌咗嘅。好啦，快開嘅超過個頭，嗰邊就接連嚟跌咗喺度。另外一個中堅邦魯斯衝入禁區都冇人知添。咁啊，或者呢個時間咧，睇睇雙方面出場陣容先啦。咁啊，祖雲達斯方面咧就係、是。今日排出一個仍然都係4-4-2嘅陣式啊，守門一號嘅斯達斯嚟嘅，後面四個左手邊12號嘅辛特魯啦，右手邊13號嘅丹尼魯，另外中間兩個亦都一對老拍檔啦，3號嘅之前嚟拍住19號嘅邦魯斯，至於中場啦，左手邊22號嘅麥基恩尼，基亞沙，至於右手邊用翻就係14號麥基恩尼啊，中間兩個就係5號嘅法美魯同埋25號嘅拉布特。前面兩個啦，今日用咗摩拉達啦，咁啊拍住咧就係呢一個斯朗嘅出路嘅斯朗，咁啊羅馬呢邊啦，咁啊今日亦都係繼續打翻一個3-2嘅陣式啦，守門員就係13號嘅盧比斯，後邊三個啊，咁啊都見到咧就係有24號古巴拿啦，23號嘅文斯尼同埋3號嘅伊班尼斯啊，咁啊因為史摩寧又受傷啦。所以今日亦都用咗古巴拿咧，就打中間嘅位置。咁啊，至於兩個翼位啦，二號嘅卡斯杜普右手邊，37號嘅史巴蘇拿就負責左手邊。中間三個咧就有4號基斯坦迪啦，17號嘅維列杜同埋14號嘅甘沙魯維拿。前面兩個啦，77號嘅米希達恩同埋咧就係21號馬約拉爾啊。咁啊，呢邊開個角球出嚟咧，亦都係。唔係好到位，咁啊出到嚟咧，祖雲達斯呢邊都搶得翻個波，斯朗回翻俾摩拉達，但係摩拉達咧就一回咗腳，俾人截到啊！
好啦，出翻嚟中間基散地，再過嚟卡斯道普啦，仲有呢邊嘅，哇！呢球波有少高得滯啊！咁啊，你對住拉布特咧，真係都唔係咁容易過到佢。好啦，維利道輕輕引翻入嚟，呢球波唔錯喎。咁啊，呢球波撩翻埋你，冇事。咁啊，接連嚟咧，都係咧就將個波咁啊輕輕啊撩高咗。咁啊，都唔屬於回傳嘅，因為其實第一下彈入去後爭彈入去嘅，自然嚟咧又轉身輕輕啊想解圍，不過就解咗落去斯特斯尼嗰度，佢又唔係有心嘅，咁啊所以呢球波都唔屬於係一個回傳啦。好啦，咁三六位啦，退翻埋嚟中場左手邊，咁啊斯班蘇拿。今日應該喺中連結翻中前場咧，都係米希達恩嘅啦。咪因為就咁啊，歷史高咧就唔會喺前面一個低度。我呢球波吸翻埋中間，但係基斯坦迪呢球波少留咗。誒、呢球波有冇越位咧？好啦，斯朗尼都冇發旗㗎，咁啊睇埋個攻勢先啦。落到底線附近位置已經兩個埋嚟啦，但係未有人幫佢啊！而家吹翻轉頭，應該係中場越位冇錯啦。所以就係佢應該球證就都會睇下，咪佢究竟係唔係哇呢球波真係喺一條白界度走橫嘅喎？因為如果你話斯朗直推埋去射門咧，就射完先算噶啦。咁但係斯朗去到嗰邊兜翻轉頭咧，所以旁證都發旗，因為佢喺佢嘅角度上面就係嗰個攻勢咧就已經完咗，咁啊所以都係咧就發翻旗。咁啊，開咗波九分零鐘啊，睇下個走地盤方面咧。咁啊，祖雲達斯今日主場啦，對住羅馬。咁啊，喺走地盤方面咧，就而家暫時祖雲達斯讓緊半一，1.76嘅。咁啊，至於羅馬就2.06啊。上半球中位數就係兩球半三球，上半2.0，下半1.75。咁啊，至於角球讓球盤方面咧，咁啊，祖雲達斯讓緊1.5個角球啊。咁啊，祖雲達斯方面1.9啦，羅馬1.8嘅，角球上下盤中位數就係11.5個，上盤1.95，下盤1.75嘅。咁啊，至於下一球方面啦，祖雲達斯入波1.5啦，羅馬入波2.75，末日下一球咧就係9.0嘅。好啦，見到呢邊咪都係維利道轉過嚟，俾翻就係基斯坦迪。拖翻嚟後邊，咁啊暫時就似乎羅馬呢邊咧就個攻勢係比較多少少啊。阿史巴蘇拿再過嚟右手邊，吸翻埋中間啦，卡斯道普再擠入去，卡斯道普都係俾麥基恩尼跟住嘅。啊！埋中間呢邊，咁啊睇下古巴拿點啦，俾翻佢左手邊嘅斯巴蘇拿。好啦，呢球波一攞跌咗喺度，球證冇吹罰嘅，想吹嘅咯，見佢個樣就咁，但係見到咧就攞唔翻個波啦，跟住都係咧就俾個波繼續。哇！米希達恩咧就基本上前後都見到佢啊。史柏蘇拿叫自己隊友等一等，就放咗長嘅，但呢球波就嗰個尺寸就爭好遠，咁啊俾新道呢邊接到，快步啊推上嚟啦。咁但係暫時佐納斯前面就似乎唔係好夠人啦。好啦，過咗一個，俾到埋嚟就係摩拉達，俾到斯朗，右腳一攞喲，咁樣俾佢射埋入去。攞就攞得唔係好靚啦，其實都唔係好就腳嘅。其實呢球波就咁啊，但係佢起腳起得快，個波咧就啱啱喺個網仔嗰個位置。咁啊，真係都其實都諗住佢呢球波嘅球，其夾硬射埋去。咁啊，但係個效果又唔錯喎。始終都係一個叫做射手咯。呢球波嗱，佢真係攞得唔靚啊，好黐腳嘅個波。咁你都見到佢隻右腳一攞，咁啊佢都有少少嘅，就唔係好順嘅，就夾硬用左腳射埋去啫。嗱，新大陸呢邊兜咗個大圈，基斯坦迪俾佢過咗，冇人埋嚟包啊！
嗱，兜一個大圈嘅見佢，嗱，基斯滕點解會咁樣俾人反攝嘅咧？布拉達嗱拖出嚟一攞，嗱唔係好靚嘅啫，但係起腳起得快啊，只左腳，咁啊啱啱咧就喺古巴拿嘅大細個，嗱呢啲先叫有角度啊！你睇下嗱，攞得唔靚嘅，一攞好黐腳嘅，跟住只右腳一踏落地下就焗住咧，即刻要起左腳射啦嗱。有少塔添嘅，其實都係，但係塔得幾靚喎，啱啱喺個網仔嗰度。好啦，咁啊咁樣就俾呢邊嘅斯朗，咁啊差唔多叫做第一腳嘅射門啦，咪都係打開咗紀錄，13分鐘嘅時間啫。咁啊等於其實就之前咧都有啲名宿講啦，你如果開場嘅時候擺咗斯朗喺度咧，等於球隊已經贏緊一球波咁樣，係又講得啱喎，真係。咁即係已經係1-0去開波噶啦，叫做即係當然係有啲名宿去講啦。咁就係咁樣話評價佢斯朗。最主要你見到佢出場名單裏面咧，等於佢嘅球隊咧已經係1-0開波噶啦，叫做開波嘅時候。咁啊，亦都唔係誇張嘅，以佢咁樣講就以斯朗嗰個入球數字嚟講，差唔多真係你一擺佢喺度咧，基本上場場都有波入噶啦。咁所以話見到。在出場名單見到 C 朗咧，等於就攞住一球波開始咁解。好啦，喂啦，自己入去，哎呀呢球波冇射，拉布利搶得好靚嘅，其實就咁啊，江沙魯偉拿都有少少就係誇張咗啦。始終佢個身高就唔係話太高嘅啫，咁跟住咧就俾拉布特呢隻手輕一揈，咁啊揈跌咗，但係奧沙魯其實跟得幾貼嘅。再過嚟史巴蘇啦，踩翻出嚟，咁啊而家輸緊一球，羅馬就當然應該就唔會心急嘅，始終都上早嘅時間就，咁但係其實呢一場波咧，對於個前四嗰個嘅排位咧都幾大嘅影響㗎。好啦，叫落去，兜個大圈攝到，再回翻出嚟後邊。好啦，斬埋龍門口太貼啦，咪都見到咧就係呢邊嘅斯特斯尼咧，咁啊一跳起將個波擒翻低。嗱睇呢球波，卡洛斯維納啊呢、這個江沙洛維納有少少就係搏嘅，其實嗱拉布頭已經係背脊得住你嘅啦，你係夾硬跳起撞埋去嘅啫。到呢邊咧就係佐納斯攞翻住個控球，咁啊，但係都唔會話佐納斯就係立亂咁放上去咯。始終前面其實把握力咧都夠嘅，咁啊，所以寧願就做翻好少少，有斯朗喺前邊去揾食已經足夠。好啦，再插翻過嚟，自然嚟呢邊空曬嘅。好啦，再俾過嚟中間過唔到古巴拿，諗住俾斯朗嘅。好啦，摩拉達。冇事啊，抗到波呢球。好啦，史巴蘇拿俾喺前邊呢邊，咁啊馬拉爾一攞波咋，咁啊已經後邊咧就係成個將佢擁跌咗。咁啊，邦魯斯就一定係唔俾你轉身嘅啦。嗱，再睇啱啱呢球波，其實拉布特偷個波偷得好靚嘅。嗱，知道佢一拐入去，咁啊揾個身位得住你，哇！不過係咪隻左腳叉到佢咧？落地嘅時候，所以話拉比奧特其實手長腳長咧，你都好難就過到佢，仲要唔係慢添，佢個速度都相當之快。其實拉比奧特，好啦，高波放咗上嚟，係呢個波一攞，自然你又都好快。咁啊，見到你一甩腳咧，就即刻成個咧就飛咗埋去，咁啊將個波就偷埋添。今日隊長基斯坦迪啊，羅馬呢邊嘅隊長，咁但係暫時嚟講咧，就感覺佢個發揮就唔係太好嘅啫。咁啊，帕力堅尼今日停賽啊，佢嘅拍檔啦，中場方面，亦都暫時又未能夠上陣，咁啊，所以今日佢咧就同維列杜兩個咧就會喺中間，咁啊再加埋咧就係江沙洛維納。好啦，呢邊。個失咗，咪俾翻過嚟前面就係基斯坦迪，俾翻就係江沙洛維納，
咪都上位上得好快喎、啊！呢、這個江蘇偉達，咪今季嚟講係狼馬都打得唔錯嘅。好啦，俾翻出嚟中間先，右手邊卡斯洛保，哎呀，但係有俾一曳呢球波，啱啱賺埋咗。麥森道呢球波得住個位，麥卡斯道波都瞓落去，都冇出腳嘅，其實呢球波就咁，其實就江蘇洛維納咧，廿二歲嘅啫，咁啊上一季先至嚟到呢一個羅馬咧，係切爾西馬嘅切爾啊，咁啊430万欧罗啫，咁但係今季嚟上季上一次都其實唔多嘅，咁但係今季嚟講咧就。那個上陣時間咧就都係大增啊！呢邊聽到雞聲啊，摩拉大嘅犯規都冇乜點提過佢啦，但係一提佢就係犯規嚟。咪一崩咪崩一崩咧，就係伊班尼斯。咪呢球玻璃都係咧就俾佢咧就係崩開咗。羅卡斯道普中場嚟講咧就。感覺咧，羅馬真係唔夠咧，佐仁達斯嘅中場咁密啊！其實人數其實差唔多嘅啫，咁但係咧就你睇落咧，佐仁達斯其實個防線咧係中場線嚟講啊，咁啊人數係比羅馬係多好多嘅。好啦，再入去呢邊得到個位，轉到身，但係都出唔到啦，我攞角球啫，呢邊嘅馬拉爾啊！另外一位咧，亦都係嚟自西班牙嘅前鋒，咁佢亦都係咧就之前啦，咁啊效力過咧就係皇馬啦，咁啊亦都借用過去利雲特，咁啊跟住亦都係咧就再借過嚟呢邊嘅羅馬。好啦，維道呢球波開嚟前柱，我驚你啊升高咗，再作翻埋嚟。好啦，撐後咗呢邊幾個一齊埋跳，自然嚟頂翻出嚟，但係點解唔靚？右手邊其實空曬嘅，睇唔睇到咧？好啦，基斯坦迪再抽埋去，如果呢個波哇下一刻啦，叫做都似嘅呢球波，基斯坦迪第一腳射埋去啊！嗱，輪輪進進呢邊，咁啊跟住射埋去咧，散高咗，基斯坦迪就咁一抽，哇都係柱邊嘅啫，唔係爭得好遠嘅啫呢球波啊！咁但係斯亞斯尼都係咧就。安全起見啊，飛一飛啦，咁啊見到個波亦都喺柱邊咧，咪都係縮手嘅。咪入咗波，其實幾分鐘之後啦，見到羅馬都開始壓翻上啲啊，有少少。但係今日始終羅馬咧都係喺防守嘅時候會擺五個喺度啦，咁啊變咗中間其實得翻三個中場喺度搶啦，咁啊其實就唔係好夠人，咁所以令到而家廿分鐘嘅戰局裏邊咧，就暫時都係咧。佐仁達斯呢邊咧，是比較多的中場控制嘅。咁啊，去到21分鐘多啲嘅啦，1-0嘅紀錄，佐仁達斯亦都係憑住斯朗嘅入波，暫時1-0領先緊嘅。走利本方面咧，而家佐仁達斯讓嘅一球球半啊，1.86。咁啊，至於羅馬1.96啦。上半球中位數就係3球3球半，上半1.9，下半1.85嘅。各球讓球本方面啦。咁啊，而家羅馬咧就調翻轉啦，讓緊1.5個角球啊，1.8嘅。咁啊，至於佐仁達斯1.9咯，角球上半中位數就係10.5個，上半1.8，下半1.9。下一球方面啦，佐仁達斯入波1.65啦，羅馬入波2.4，每一下一球就係8.0嘅。好啦，呢邊左腳俾埋嚟，中間俾到斯朗，再射埋去又搞掂啊！又中尾，省到嘅其實呢球波啊，但係未出界嘅，咁啊仍然都係俾翻入嚟，新大路俾人掹一掹，博到個角球。呢球波斯朗又射埋去，應該困到嘅，個波就明顯省高咗嘅，但係咪投訴緊咧？睇下啦，一射射落去冇啊，山到嘅其實呢球波啊，見到就係古巴拿一攞，嗱一射埋去山高，個波啱啱就揼眉底落嚟。一定未入噶啦，唔使投訴。嗱，一射埋去，一散彈落地，一定未入啦呢球波。咁啊，所以亦都係冇問題嘅。個球開翻入嚟，咁啊，江蘇偉拿頂翻出去先。咁啊，跟住呢邊嘅戴爾雷斯一腳撐過去，
撞一撞艾法美路個波出一界，艾法美路最終就碰咗出個波出界嘅。麥卡斯道普攞唔到個波噶啦，但係都要同你跳啦，一跳咪挨落艾法美路嗰度。我見到其實艾法美路而家咧就即係喺中場啦，越打就越好，真係見到佢喺巴塞之前嗰個嘅水準啦。但係其實就又係咪十足咧？我就咁，即係我個人嘅觀感就其實未到十足嘅艾法美路。咁佢同拉比奧特其實喺中間夾咧，真係可以話叫做互補長短啦。咁啊，艾法美路搶嗰下其實就真係幾快嘅。咁啊，拉比奧特有時飆唔到，佢去包。咁啊，所以話兩個喺中間其實夾得真係唔錯噶。好啦，斯朗有一個嘅入球，亦都有一兩次嘅射門出現咗嘅。咁啱啱個球波啊，省到人，咁啊山高咗啦，不過仲未抵啊。基本上其實佢每一次起腳啦，咁啊都係會有一個驚險嘅鏡頭出現嘅。咁所以羅馬防唔防得住佢咧？咁啊其實都係今日一個嘅疑問啊。好啦，呢邊麥基恩尼得翻停。我哋都已經捉曬路啦，但係吹罰，但係吹罰係麥基恩尼喎，似乎。再睇下斯朗呢球波啦，一攞，其實都係攞得唔靚嘅呢球波。嗱，佢又投訴咩咧？其實又唔係手球哦，佢話個波入咗，哇，爭好遠喎，佢啊～奧沙道就話我隻錶冇響，佢又想攞佢隻錶嚟睇，不過都係玩下嘅啫。呢球呢、這個，因為都爭幾遠下嘅，其實個波就完全就冇入過去白界任何一點嘅。咁所以就斯朗，我就話投訴咩咧？其實個波爭咁遠，你冇理由睇唔到噶。一彈翻落地下，其實都完全唔掂到條白界。咁所以我就話。究竟投訴係咪手球又唔係啊？原來佢就話個波咪入咗界，咁但係奧沙道隻錶啦，咁啊都如果入咗就會響啦，但係佢係明顯係冇響過，因為都冇入過個波咁滿入，咁啊都唔使睇佢隻錶有冇響，睇都睇到我哋望遠頭裏邊。好啦，史巴蘇拿叫翻埋中間，吸翻停，冇人啦。好啦，再嚟出到，咁但係省到落去咧就係呢邊嘅戴魯雷斯。咁啊唔攞啦，因為一攞嘅話，俾兩個焗埋你嘅啦。嗱，呢球波有少少線嘅，大家鬥讓喎，唔敢出腳。咪斯巴蘇拉，呢球波一攞咧，基亞沙撲埋你嘅啦，所以佢寧願唔攞啦，攞個角球算。都係為道去開啊！好啦，開埋嚟前柱，哎呀大漏，呢邊就撞咗出界，邊個撞嘅咧？最後就俾咗就係。祖雲達斯嘅龍門球，後面有成炸衝上嚟嘅，係文斯尼，係咪文斯尼撞到呢個波？哎呀，文斯尼真係拉比奧特其實喺隔離睇住佢嘅。呢邊係史巴蘇拿，哎呀，隻手係咪拍到咧？慢鏡頭啱啱就睇下會唔會再睇多一次，跟住叫奧沙道去睇啦。但係角球開完㗎啦。果然一些大戰咧，就係嗰個時間會覺得比較快嘅，不知不覺都去到26分鐘嘅啦。上半場裏面其實雙方面都是可以話冇乜話一啲嘅冷場嘅，大家都是很積極去處理一些嘅進攻。好啦，伊巴尼斯放落嚟右手邊，再俾翻咧就係呢邊維利道啦，過到嚟維希大恩，左手邊接翻蘇拿上緊嘅啦，俾唔俾咧？拖兩個再入嚟啊，俾得，但係就再多入翻去唔係，好啦要斬啦，前面漏咗，但係仲有自然嚟喺度，關沙洛維拿右手邊係走緊嘅，但係冇俾。咪嗰邊文斯尼走咗上去啦，第一時間帶埋去，但係呢球波曳啊！見到其實
馬約拉爾咧亦都係冇乜違意。其實米達恩好多時咧都會係第一時間彈，尤其是喺呢啲位置啦，喺咁區峨眉月頂啲位置咧，同埋對方一定係最多球員喺度嘅位置。咁所以基本上佢都好多時選擇係唔攞嘅。其實啱啱有球波都係禁區頂咧，佢一個後爭俾入去咧，佢都係第一時間嘅。有兩個好處啦，唔會話俾人哋搶到打個反擊，即係如果講係一個彈入去嘅時候。咁另外一個好處就係話你第一時間打入去咧，其實好多後衞咧都反應唔切嘅。當然最緊要第一個前提就係話你要有自己隊友入攝，即係要有默契先啦，起碼。咁如果唔係你球球咁樣打入去咧，冇人係入攝咧，冇乜用。我再俾嚟前邊，但係馬約拉爾呢球波亦都冇起步，而都比得差啦，唔關馬約拉爾事嘅，其實就亦都唔可以全怪呢個馬約拉爾。俾入去嗰腳就俾得唔係好到位嘅，其實就好啦，再俾翻出嚟中間埋份秒落嚟，中間去最後去猜添。咁啊，自然同波朗斯企兩邊嘅啫。好啦，再高波一個放上去，大家鬥殺，卡斯杜波食住個位置，應該冇問題嘅。但係就撈到翻入嚟啊！咁但係身體路跌咗喺度嘅。呢球波都有少少嘅危險啊！古巴拿都大腳清翻上嚟啦。拉布達往前俾阿斯朗呢邊冇事嘅，佢大吸得靚呢球波，但係吹罰咗。但係呢球波其實都係摩一達瞓落去呢一下咧，吸得幾靚噶。哎呀！呢球一瞓落去，阿越位唔係犯規，出咗越位。基亞沙佢好似係唔係好相信，但係慢鏡頭睇翻，確實係越咗位嘅。30分鐘啦，紀錄仍然都係1-0啊！咪憑住斯朗嘅入波，咪暫時1-0咧就係領先緊嘅。這邊的走日本方面也都看到了，最近斯揚緊一球球半啊，1.84，至於羅馬1.98咧，上方和中位數咧就係3球啊，上方1.8，下方1.95。咁啊，至於角球讓球半方面啦，羅馬仍然讓緊1.5個角球啊，1.8嘅。咁啊，至於祖雲達斯1.9啦，角球上下盤中位數就係12個，上方2.0，下方1.7嘅。買入球方面啦，祖雲達斯入波1.7啦，咁啊至於羅馬入波2.4，沒有下一球就7.0啊。好啦，自然嚟，咁啊清咗出去先啦，因為而家呢一個時間咧都羅馬拱曬上嚟，咁大球證亦都吹停咗場比賽沙豆，睇嚟基亞沙咧就好似撞到個頭喎，見佢就睇啦，嗱一。跳起，我有隻手啊！問先嚟隻手，最近啱啱佢入波嚟一攞，其實真係攞得唔靚啊！夾硬起腳嘅喺斯朗，其實就咁，但係真係俾佢就咁啱得咁巧嗱，一攞其實好黐腳嘅，焗住跳起去起腳再坐腳，但係真係好彩喎！喺古巴拿個大細路哥咁啊，個波都流入咗去網仔個位置，咁啊～幫助人達斯就係領先1-0。我呢邊剛收落位嗱，攞多咗一腳啫，咁啊基亞沙咧都係埋嚟啊，將佢一撞，咪崩開咗，波都出埋界。咁啊，其實場上面咧都一路落緊雨噶。方石家。呢位葡萄牙嘅領隊咧，其實今季帶領就係羅馬，真係打得唔錯嘅。咁啊，雖然就話喺意大利杯咧就主場0-3，咪輸俾斯帕斯亞，咪跟住喺呢一個羅馬市嘅打比大戰裏邊咧，咪都係咧就0-3，咪輸俾呢個拉素。咁但係及後咧都係咧就兩連勝喺聯賽裏邊，咁啊贏翻斯帕斯亞4-3啦，咪跟住都係喺。
主場3-1贏維也納嘅。所以而家喺聯賽榜裏面咧，就暫時啊，咁可以咧就排喺第三位。咁其實同就 AC 米蘭都有6分嘅距離啊，同國米有7分嘅距離。咁但係打少國米一場。咁但係如果呢一場波輸的話咧，就將會俾祖雲達斯咧就係追趕過之餘咧，咁啊祖雲達斯仲有一場在手添。不過就都叫時間尚早啦，因為第二循環叫做啱啱先至開始第二周。所以其實都仍然咧就有大把時間俾佢追嘅。好，維利都，比如呢邊嘅古巴拿，反而而家贏緊波嘅 AC 米蘭，呢個嘅佐納斯咧輸得仲厚添。好，加斯圖普叫入去中間。俾唔俾得翻啊？俾唔翻啊？自然嚟夠腳長，始終真係好老數啊！自然嚟出嚟咧就一篤將個波篤走，亦都好準。裏面俾到拉比奧達，哎呀一坑一張黃啦，冇得走啦。文先嚟呢球波就蝕曬㗎啦，其實就個身位上邊俾拉比奧達一蝕到，你啊焗住係落腳，一落腳就黃㗎啦，一定入。一旦佢一快過你，你已經無論佢多少手長腳長，佢一篤走咧，佢同你去跑咧，你一定唔夠佢嚟。所以我就係話，成日都係講巴黎聖門點解真係要同佢咁樣鬥氣咧？喺中場好好用嘅，其實拉布特喺巴黎聖門嘅時候，其實都睇咗好幾年啦，叫做啊咁，但係都見到佢嗰個嘅表現咧，係相當之唔錯。但係最慘就係合約嘅問題啦，咁啊最終搞到大家都叫做不歡而散，咁啊坐咗一季嘅冷板，咁啊跟住都係過嚟祖雲達斯，即係雖然可能有啲球迷係話好啊，坐咗一年唔使踢，有錢收，但係喺職業球員嘅角度就唔係咁諗噶啦，咁啊佢哋係要寧願你即係你話俾少啲咧，場場有得踢呢個先係緊要。有時好多時咧，喺網上睇啲評論都係啊，佢話仲好啦，坐一年有錢收唔使踢，因為其實嗰年咧，巴黎聖門都要俾薪金佢嘅，因為你唔出佢係一回事，但係約合約裏邊你係要支付薪金俾佢，咁啊最終就係巴黎聖門真係坐咗一年啦，跟住轉頭過嚟呢邊布倫達斯。當然啦，你免費轉會咧，個周薪一定係更加高添㗎啦。因為你唔使已經慳咗一筆轉會費咧，幫球會方面，所以其實嗰個轉會費方面咧，慳出嚟嘅其實都會擺翻落去球員嘅薪金裏邊。所以點解佐納斯早排就係話咁多嘅高薪球員咧？佢係其中一個，另外一個就係阿朗南斯。即係喺我角度嚟講，你話拉布特其實值呢個身價嘅，即係講緊係嗰個周薪啦。但係調翻轉，你話阿朗南斯值唔值40萬歐羅咧？一個禮拜咧？咁啊，見仁見智啦。但係喺我嗰度嚟講，就拉布就會比較值錢，即係值呢一個價錢多啲咧。呢球波，阿文先嚟好再快一步，俾翻就盧比斯出翻嚟，俾咗維利度，再嚟米希特恩嗰邊上緊去嘅史巴蘇拿都好快啊！好啦，掹都有牌噶啦，冇錯啦。呢球波又係米希特恩都好聰明啊，攝咗個位先。咁啊，跟住你一基本上你一搭膊頭咧，一定有張黃噶啦。嗱，你咪第一嗱，攝咗你個位先，輕一掂嘅啫，其實真係一掂，基本上一跌咧，一張係黃牌噶啦。罰球呢邊俾一維你度就去開啊！好啦，傾埋龍門口，拉布特都唔使跳啊，就咁一路就跑翻出嚟，一路頂。好啦，米達恩第一時間出埋嚟，未出界出咗啦，彎翻入嚟嘅。麥基斯坦迪都想入攝噶啦，不過冇辦法啦，佢俾拉布特緊纏住啊。
咁啊，其實米達恩喺阿仙奴嗰當時嘅表現咧，其實真係就相當之唔錯嘅，叫做我都係覺得佢係喺阿仙奴嘅時候咧表現係最好嘅一嗰個時間嚟。咁啊，之後去到曼聯咧，其實都已經有少少走下坡噶啦。咁啊，但係嚟到呢邊嘅羅馬，咁啊，感覺佢係雖然我就話個情況啦，咁啊，其實佢都係。不是話太過理想，但係始終意甲啦，都係個速度唔快嘅。誒呢邊平輕一挨落去咧，都係有冇犯規咧？冇。嗱呢球波一塌，咪斯朗攞翻，冇錯個波唔係塌得好大嘅，高波俾埋你啦，身後一挨，佢又有少少。加少就演技落去啦，其實就輕碰撞嚟嘅啫，呢個就我再轉過嚟右手邊，卡斯魯普俾埋你，馬約拉爾走咗上去都冇望過個波。你呢邊唔好讓喎，維利道俾得翻咧，就係呢邊嘅過嚟米達恩左手邊，史巴蘇拿好啦，對住就係丹尼洛雷斯一出，丹尼洛雷斯睇得好準，咪將我波一卡咧就卡得出界，咪攞到個角球啫，嗱啱啱呢邊其實佢都有少少演技落去嘅呢個波，其實新特魯就。好啦，斬埋嚟前柱過唔到拉呢邊嘅摩拉達，再回翻出嚟米希達恩，好啦，俾翻咧都係維拉，上半仲有40分鐘㗎啦，仲係1-0嘅記錄啊！咪憑住斯朗嘅入波咧，暫時1-0領先緊。但係之後咧，其實見到都係羅馬咧，係個攻勢嚟講咧，就會係比較多啲。咁啊，中場都漸漸咪攞翻啦。喺呢邊啊，開出嚟，似乎斯朗應該控到個波嘅。奧沙魯就話冇事，再高波俾我嚟，大家鬥哨。好啦，斯朗第一時間射埋去，哦，擋翻出嚟，應該係會投訴噶啦，冇錯啦，我都話啦。成班羅馬球員就走埋去，就係同奧沙魯話投訴。球證叫基斯坦力埋嚟，因為佢係隊長啊！嗱，睇下啱啱球波，嗱呢邊一定冇越位噶啦，古巴拿就唔夠去追噶啦，第一時間射埋去，抖咗盧比斯亦都係咧就擋翻出嚟。好啦，再俾翻過去，哇！真係比失啦，基亞沙。咁啊，基亞沙今日嗰啲速度啊，或者係嗰啲嘅入射啦，就暫時未見到啊。因為很多時咧，就係見到佢嗰、那個叫做佢個勤力咧，咁啊令到祖雲達斯咧喺前面好多個空位。咁但係今日似乎見唔到基亞沙有啲咩嘅發揮啊！始終羅馬都相信會對佢咧就係嚟一個嘅重點咧，就係去睇住嘅啦。加上大家知道其實佢喺呢一個右邊咧，卡斯道普咧今日其實都睇得佢幾緊下的。盧比斯這球波都出來了，就將我波沒收了先，那波給上來，這邊戴洛雷斯得住個位，但是米達恩好厲害，雖然身位又不夠你，但是腳夠長，輕輕溜走了。好啦，史巴蘇拿，哇你看那邊多快回來，摩拉達成啲箭咁追翻嚟，但系可惜越幫就越忙。咁啊，大家好勤力噶，其實咁啊，佢就始終就年輕啦。如果比起斯朗嚟講，你冇理由叫斯朗咁樣追翻嚟嘅。
咪都係佢咪喺啱啱喺前半場啊，咪一口氣抌翻翻嚟後半場，咪去協防幫一幫咧就係、是、戴路雷斯睇翻住咧就係、是、左手邊嘅士巴蘇拿。好啦，又變多個人，又係史巴蘇拿。今日基本上羅馬啲波咧全部係左邊去嘅，麥卡斯道普嗰邊係甚少啊上去㗎。你喺嚟呢啲位置咧，全部都係史巴蘇拿嗰邊上得多嘅。反而卡斯道普上嘅次數又唔多嘅。呢邊入射，咪都左撞。嗱，睇下呢球波嘅咩事咧嗱。斯朗接到個波，嗱球證又話冇事。佢先係腳出嚟掙到嘅，叫呢邊第一時間就抽翻埋去，但係角度唔係話好夠啊。因為其實佢開個短嘅時候，斯朗先係手出嚟，先係腳出嚟截咗個波，俾咗自己隊友。其實祖雲達斯球員都停曬嘅啦，諗住就會吹翻轉頭。咁但係奧沙杜就話冇事，繼續嗱聲，咪即刻咧就去攞翻個波，第一時間就揈上去俾斯朗。如果呢球波輸的話咧，就有股講啦。不過好彩咧就～斯朗呢球波射埋啊，太正嘅啫。其實理論上佢就個距離就未夠嘅，咁啊伸只腳出嚟截咗咧，其實就球證奧沙度有權咧就吹翻佢咧就係作開告。咁但係佢就仰受奧沙度係，奧卡斯杜普俾喺埋中間嘅基斯坦迪。你見到其實而家大部分時間咧，反而羅馬壓翻住咧就係呢邊嘅佐納斯嚟打嘅。文斯尼直線俾入去，今日好多次噶啦，都係喺前邊咧，馬約拉爾或者咧就係馬希達恩喺前邊咧就做一個就反插嘅，咪喺自然尼或者係邦老斯嘅背脊咧就係走入去嘅。咁所以其實都見到幾次噶啦。咁但可惜始終就係兩個前鋒嘅身材都唔係話太過高大咧。嗱呢球波誒冇吹喎，好啦，馬約拉爾俾到埋嚟中間投訴，一定係投訴嘅呢邊。其實有少少動作嘅，其實偉拿呢球波啊，誒踢邊個走？叫佢出去係咪咧？應該唔關派路事，我要俾牌啊！奔數隔離好唔係，我助教嚟嘅，叫佢就離場啊！直接啊，可能又啱啱大聲一陣咧，奧沙度好嘢喎，聽到邊個嗌喎，咪可能係軍醫亦都唔出奇啊！好啦，睇下呢球波啦，喂呢度，高波俾埋美柱，但係太貼門啦，都係斯亞斯尼呢啲出嚟就沒收曬嘅。保持一分鐘差不多噶啦，開埋呢一個嘅龍門球出嚟都應該奧沙度會出完上半場嘅比賽啊！冇錯啦，呢個時間都聽到奧沙度嘅雞聲啦。上半場暫時1-0領先，憑住斯朗嘅一個入波啊，咪都係幫祖雲達斯嘅主場裏邊咧一球波領先緊就係羅馬。咁其實上半場嚟講啦，你話論點數咧，羅馬係比較高啲嘅。但是咧就始終有斯朗喺度咧，個把握力咧亦都係叫做唔同咗。所以咧亦都係憑住個一個嘅入球，暫時一球波領先緊。睇下下半場啦，方石加啦，同埋就係呢一個派路啊，咁啊戰術上會有啲咩嘅變動啦。咁我哋都休息一陣先，再嚟睇埋下半場嘅比賽。大家好，歡迎繼續收睇意大甲組足球聯賽嘅直播啊！咁繼續為大家咧就係播映啊，祖雲達斯主場迎戰羅馬第21周嘅比賽啊！上半場咧就1-0啊，憑住斯朗嘅一個入球，暫時咧就係領先緊仲有嘅羅馬啦。但係其實如果你論上半場嘅點數嚟講咧，羅馬其實係反而係比較多嘅一隊啊，尤其是係喺祖雲達斯領先咗之後啊。好啦，奧沙度咪都係吹響下半場嘅哨子聲，先開波咧就係主場嘅祖雲達斯啦。繼續著翻佢哋嘅主場波衫啦，黑白直間白膚白襪型嗰幕右攻左噶。咁至於作客嘅羅馬，亦都繼續著翻佢哋主場波衫啦，全紅型嗰幕左攻右嘅。繼續同大家一齊睇呢場比賽嘅呢個我自身嘅。
呢邊咁啊，自然嚟上半場其實都好多次咧，都係靠佢咧，係喺中堅個位置咁啊，解圍咗好多球噶啦。咁啊，尤其是咧就馬希達恩同埋馬約拉爾咧兩個喺前面一啲嘅反插啦，咁啊，基本上佢都係咧就先截到嗰個線路嘅。咁啊，如果唔係的話咧，馬希達恩同埋咧就係、是。馬約拉爾，我諗相信都有更多嘅機會咧，就係面對住斯亞斯嚟去起腳啊！咁但係都一一俾呢一個支援你啊，咪都係喺呢一個嘅禁區裏邊，咁啊將個波率先係解圍咗。艾法美魯呢球波都係交失咗噶。咁下半場出嚟咧，就暫時睇咧，就雙方面都係用翻上半場嘅原班人馬，未有換人嘅。其實在上半場來講，羅馬反而在中場開頭的時間其實都不是那麼夠這個祖雲達斯中間去搶，但是就反而打下打下，羅馬又拿回中場的優勢，祖雲達斯始終的人數又被羅馬又這邊吃回住，因為始終就左手邊的史巴蘇拿在上半場不斷在左邊就去上，令到咧就羅馬人數咧就反而咧就係比呢一個祖雲達斯嘅多啊，中場方面，咁所以咧就令到咧就喺中後段咧上半場嘅時候，咪羅馬基本上攞翻個形勢，咁但係始終都係叫作客啦，祖雲達斯今日都有主場之利，咁加上亦都係要提防斯朗一個，即係基本上佢一個咧都已經就令到羅馬嘅後防好頭痛下。呢邊咪好快嘅，差落到去，但係夠唔夠斯巴蘇拿得咧？俾到埋中間，但係過唔到個文先尼啊！俾翻出嚟，米達恩第一時間轉唔轉到身啊？三個圍住佢啦，都俾佢出到嚟呢邊。好啦，基斯坦地、卡斯道普呢邊係咁上噶啦。好啦，新到路係咁扳埋去，睇下邊個快啦，有少少遠噶啦。其實即睇落唔攞翻個角球攞到，卡斯道普哨咗成半場啦，都已經其實就。埋去嗰下已經有少遠嘅啦，你睇個人。咁但係新特路亦都係出腳出得好盡啦，一閘咪將個波閘出界。你睇呢邊啊，基艾沙真係快嘅，史巴蘇拿都唔夠去追嘅，俾佢鬧到入嚟添嘅。咁但係咧都係過唔到中間嘅文先嚟啊。呢邊又輸個角球啊，維列道開埋嚟龍門口，但係又係拉布特輕輕再點落去米希達恩。俾唔俾到出嚟咧？呢球波個角球啫，應該就咁啊！呢邊嘅馬拉爾都係漏咗個波，嗱輕輕一點入去，一得住個位。但最後足球應該就係馬約拉爾啊！不過呢啲就當然唔會就 VAR 呢邊就係去參與噶啦。通常都係一啲嘅犯規啊、禁區裏邊或者手球咧，或者啲嚴重犯規 VAR 先會介入嘅啫。基本上呢啲咁樣嘅小問題咧，佢哋就唔會係介入嘅。俾埋美柱，哎呀呢邊打下打下打翻出嚟禁區頂，好彩基艾沙喺度解圍。呢邊小心有少少線嘅，唔係方石家自己都心急啊。咁但係你見到咧就成地都係水啦，咪佢都唔敢係跑有啲咩跑動，因為側邊嗰啲。都是一些的鐵啦，咁啊睇佢著住對皮鞋，佢都行得好辛苦。好，俾埋中間阿費美魯，分過嚟左手邊嘅新特魯啦，再地波俾上嚟，斯朗亦都係一個反插，但係都係圍在先啊。嗱，俾入嚟啱啱就半個身位嘅啫。好啦，俾翻過嚟中間，哎呀呢、這個波咁樣求其企一腳啊！文先尼、米希達恩夠唔夠攞咧？抖嘢文先尼得贏啊！俾翻埋嚟米希達恩，哎呀！但係呢個波人就過咗去噶啦，咁啊但係咧就個波俾翻嚟後邊。
好，自然你俾翻咧就係過嚟幫老師。下半場出咗嚟就五分鐘到嘅啫，紀錄咧仍然都係1-0啊。幫老師，佢啊負責咧就係包自然嚟多啲啊，今日啊。我俾上嚟麥基尼，麥基尼今日相對地比起拉布特同埋阿法美路就冇咁搶鏡。阿法美路今日掂波次數好多，再俾兩麥基尼，但係已經俾文斯尼食曬個位啦。再俾門將盧比斯大腳放翻出嚟，米希大恩啲第一時間真係值得一讚，佢啲第一時間全部都好準。咁啊，走地盤方面咧，而家就睇到佐仁達斯讓嘅1.5球啦，2.04嘅。咁至於呢邊嘅羅馬1.78啦，上半球中位數就係2.5球啦，上半1.75，下半2.0。各球讓球盤方面啦，羅馬讓緊8個角球啊，1.82啊，佐仁達斯1.88啦，各球上半中位數就係15.5啊，上半1.75，下半1.95嘅。而家各球數9-2啊，羅馬領先緊嘅。至於下一球方面，祖雲達斯入球2.05，羅馬入球2.75，沒有下一球就是3.5的。姆沙杜是否聽緊呢？就是上面叫下來呢，迪斯高力都是就準備了，冇可能都好大可能啦，分分鐘就會係馬約拉爾。因為其實就見到馬約拉爾咧，都個表現嚟講咧，就唔係話太好，即係前面。再翻上嚟，但系冇人咧。我而家亦都系咧，系佐仁达斯攞翻个节奏，慢慢啊喺后边再嚟过。试下斯尼俾翻上嚟传边，呢个波亦都系犯规。但係都係今日相之勤力。其實佢又喺前邊嚟講啦，咁佢都係始終都要幫一幫佢斯朗嘅。呢球波南威大翻嚟攞波，咁啊好多時上半場都係噶啦，見到其實佢翻嚟咧就攞波啦。咁啊斯朗反而喺前面就去等，始終斯朗個速度咧都係比佢快嘅。我俾埋你，哎呀！呢個一波一彈一彈地啦，唔係一攞有少手球嘅。嗱，見到呢邊都係準備緊，有幾位嘅後備球員啦。哇！高波揈過去，呢球波其實大咗嘅，唔攞都可以嘅。所以佢都好無奈，丹尼魯雷斯，話你哋唔出聲。如果你又出聲的話，可能他就漏了他了。好了，文斯尼再直線比上去，但過不到就是自然尼。其實現在佐仁達斯轉了4-4-2之後，一對中堅其實那個企位反而更靈活一點。好了，斯朗叫在中間叫到，哎，這邊有個罰球，但還是越位先呢，見到羅馬的球員向前走，看看越位，哦，越了旗號有少少慢，其實的感覺啊。好了，再給上來米希達恩，
冇咗佢個好拍檔啦，迪斯高喺前面咧，始終都好似感覺係爭緊啲。咁所以見到方石嘉力都係叫呢個嘅佢嘅好拍檔啊，迪斯高嘅就熱身，但係幾時會入嚟咧？未知啊。咁啊，祖雲達斯嚟緊咧，打完呢一場之後咧，啱啱講過啦，周中咧就會係繼續啊喺呢個主場裏邊對住就係國際米蘭。打埋咧就係意大利杯咧就係第二回合嘅比賽四強，跟住下個星期咧就會係作客呢一個拿波里。我睇呢球波托埋去，哎呦，都近嘅呢球波啊！咁啊，維列道啱啱呢球波，又係斯朗有少越位喎，係咪咧？應該係吹翻轉頭嘅。莫拉達呢球波都係射出界咧，咁啊，似乎就斯朗其實而家喺前邊咧，都會係做一個停球先嘅。咁啊，睇下中後場嘅球員幾時係上到嚟咧。當然，如果去到自己去啦，斯朗以斯朗嘅速度都可以嘅。咁但係以佢一個對住對方三個嘅防守球員咧，咁啊，其實可能就唔係話咁足夠，就要可能要去 hold 住個波，等翻後邊嘅球員上嚟 follow 啦。呢邊卡斯道堡過咗，但就中間咧冇人埋嚟幫，推翻埋中間要俾翻就係伊巴尼斯。維列道再過嚟左手邊，好啦，輕輕出埋嚟龍門口，呀呢個波，咁啊斯特斯尼度曬位噶啦，不過驚啊驚尾柱有人攝上嚟頂嘅啫。阿連利。咁啊，呢邊祖雲達斯嘅高層啦，但係有冇見到利維特喺度咧？今日暫時未見到利維特啊。啱啱講祖雲達斯咧，其實嚟緊咧幾場嘅都係硬仗啊。呢一場啦，跟住周中嘅對國際米蘭第二回合啦，下個星期就會作客咧，就係呢一個拿波里噶啦，喺意甲裏邊。咁啊，再跟住佢周中咧，就會喺歐聯裏邊咧，咁啊作客波圖啊。所以連續四場嘅比賽咧，祖雲達斯嚟講咧，都可能咧就會係比較踢得辛苦嘅。咁啊，羅馬方面咧就會係喺呢一場波之後啊，咁有一個星期嘅時間休息，就會係下個星期主場對住烏迪尼斯嘅。咁啊，跟住就會喺週中裏邊咧，咁啊喺呢一個歐霸杯。作客咧就係巴拉加先嘅，咪都係作客去到葡國，兩邊都係啦。咁啊呢邊祖雲達斯係作客去到就係呢個波圖，我呢球波射埋去，波自己彈翻落嚟，誒係咪有手球咧？唔係越咗位，彈翻轉頭嘅時候越咗位，喂邦魯斯即刻就同斯亞斯尼幾個都係噶啦，一總之解圍到佢哋嘅對方嘅攻勢咧，咁啊佢就會係。同佢咪嚟一個擁抱，哇！呢邊你啊，十分之緊張，呢個邊個嚟都睇唔到。因為其實就而家咁啊，喺羅馬下半場出到嚟啦，感覺就唔係話太過真係多嘅攻勢啫，反而上半場尾段咧就仲多嘅埋門啦。但係始終啦，有邦魯斯啦，同埋就係自然嚟喺度啦。那個防線相當之密嘅，阿法美路很多時都是噶啦，都係墮後咧喺邦魯斯同埋自然尼嘅中間咧去策劃嘅，咁啊令到咧就辛特魯同埋丹尼雷斯兩個可以當一個翼位咁去打一個三二嘅陣式，因為佢縮咗落去咧，個中間剩翻咧就拉比奧特啦，咁啊跟住就加埋啫。基艾沙和麥基恩尼三個在中間，騰出兩邊的邊線就是被辛德魯和丹尼魯兩邊上。下半場出來15分鐘了，還是1-0的紀錄，這邊就還未拉得開，祖雲達斯，而羅馬一直都咬住，好了，給了麥希達恩，看看自己左腳試一下射，散過去，都是拿到角球，是不是應該不拿了嗎？不得，要拿，這個球太慢了。史巴蘇拿15秒就上去的下半場，
再变美，大家再试下啦。咁写翻埋你，都系过唔到咧，就系斯亚斯嚟嘅。咪都系将个波就系紧紧，咪都系冇收咗。咁其实斯亚斯嚟咧，亦都系曾经啊效力过罗马嘅，喺2015-2016球季啊。當時離開阿仙奴，跟住就嚟咗羅馬先嘅，跟住先再嚟到就係呢邊嘅佐仁達斯。咁啊，兩位都係曾經效力過阿仙奴嘅，咪都效力過羅馬啦。誒呢邊中間又吹罰翻轉頭，誒呢球波俾斯朗啊，冇錯啦。斯朗跌咗喺度嘅，但系就俾张黄牌佢啊！呢球波嚟一级，可能其实就唔系话佢犯规，其实系话投诉嗰一下啦，可能就过激啦。好啦，呢边咁啊，韦乃应该都会被调离场系嘛，换人啦，冇错啦，迪亚华拉嚟嘅应该就。打翻都是同一個位置喺中間做一個防守，哇！跟住仲有迪斯高正路啊，換出就係呢一個馬尤拉爾啊，跟住仲有一個應該係布雷斯嚟嘅，係咪？睇睇啦，仲有一個嘅應該就基斯坦迪啊，被換走，冇錯啦，布雷斯啊！呢個卡里斯布雷斯啊，咪都係三個嘅雲調動都係點對點嘅，咪一換就換咗三個，睇下會唔會就幫羅馬呢邊帶嚟一啲嘅新嘅衝擊啦。攞罰球斬埋去，喂，波未到已經聽到幾個人喺度嗌。咪一斬埋嚟嘅時候咧，都係見到咧衝門咧，咪亦都見到丹尼雷斯跌咗喺度嘅，咪球證都係吹罰咗。好啦，費米路仍然都係喺翻就係兩位嘅中堅中間咧，做一個控球嘅中場啊。攞得好厚嘅，其實見佢就翻嚟，你見你啊，兩個中堅拉得好開。好，自然嚟輕輕彈過嚟左手邊，再抖一腳，咁啊俾咧就係麥基恩尼，但係呢邊伊巴尼斯食曬位咯。再將波解嚟翻出去，阿法美路輕輕點翻嚟後邊，所以就話你而家差唔多叫揾到一個阿法美路最適合嘅位置。咪就係墮翻後少少啦。咁其實你話進谷華呢個波應該就吹罰丹尼雷斯冇錯啦，攬波可以話叫吹罰你手球啦，叫做啊，佢都好無奈。咁啊呢球波嗱，大家鬥崩嘅啫，嗱隻手係咁護住個波吹佢手球咯。好啦，古阿達道都換啦。是不是照返換返點就點呢？咦，仲有古魯斯夫斯基喎，摩拉達都係用返就係古魯斯夫斯基打返前面呢，去幫返呢就係斯朗啦。另外就麥基恩尼都係被調離場。可能古阿達道都打翻咧，就係右手邊噶啦，可能就會係將基亞沙移去左手邊啊。陣式可能都不變，睇一睇啦。咁可能亦都會一個3-2都唔出奇啊。咁啊，跟住將丹尼雷斯打翻落去中堅，又試過嘅古阿達道同埋基亞沙兩邊一左一右啊，或者新特路都得而家。所以睇下佢個陣係點樣擺先啦。睇埋呢個罰球啦。斬埋龍門口，斯亞斯尼雙將打翻出嚟。
布雷斯就唔抌，俾翻卡斯道普啊。戴華拉，應該打咗爭喎，可能就見到基亞沙跌咗喺度，但係佢冇踢出界嘅，仍然都瞓咗喺度。卡斯道普唔理啦，推翻埋中間，我再俾翻咧就係左手邊米大恩，再俾過嚟左手邊斯巴蘇拿，其實可以出嘅呢球波，輕輕俾落去佢冇啦。戴洛雷斯俾咗就係瓜達度，再拖翻嚟後邊。清啦要，最後莫迪阿華拉都係埋嚟咧，就係裝波踢出界先。呢邊基亞沙都仍然未起翻身，隻手輕輕打到啦，叫做啊。莫迪阿華拉其實就23歲嘅啫，因為基內亞嘅中場啊。其實之前都是在博利亞出道的，跟住之後都是去過拿波里，在拿波里的時候其實都有上陣的機會，不過不多啊。跟住就上一季都加盟了嚟到呢個羅馬啦，不過其實傷的時間都幾多下嘅，隻手是有少少嗨到的，確實係。但係基亞沙咧，其實瞓喺度都瞓咗好耐噶啦。冇乜事啊，起翻身。最驚就係個隱形眼鏡咧，就打甩咗，又或者咧就歪咗咁樣啦。有時戴隱形眼鏡踢咧，攝咗入去隻眼裏邊咧，其實就有試過噶啦。印象中咁啊，要揾人掹翻出嚟，揾啲軍醫幫佢掹翻隻眼鏡出嚟。攞呢球波射翻埋去中框嘅皮利斯。咁但係都係俾斯亞斯尼咧，就係瞓身咧，亦都係將個波擒翻住，有少少嘅越位咧。其實呢球波啊，迪斯高出嚟啊多犯噶啦，高波啊，始終佢嗰個制空能力就比馬拉爾好好多。咁所以都係咧就可以見到咧，就呢個時間羅馬應該可能都會咧將係打多啲少高波噶啦，因為自然嚟或者係波魯斯咧都未必咧就夠佢跳噶。呢球波亦都好成功 ，set 到個波俾呢個自己隊友布雷斯。咁但係我射埋佢嘅時候，有少撳死咗，話俾斯薩斯尼好輕鬆咁將個波接翻住。阿法美路仍然都係繼續啊，咁啊墮到好厚，喺波洛斯同埋自然尼嘅中間咧，就係去做一個分波。好啦，比奧特再過翻嚟就係邦洛斯都試下啦，佢又放咗長噶啦。咁但係佢個始終個腳法咧就唔係話咁準嘅，放呢場波啊。過翻嚟呢邊嘅基亞沙，哇！達到再將直射入去，古魯斯本斯基俾出嚟就靚啦，叉埋去一個烏龍。始終就有古魯斯本斯基喺度咧，亦都係一啲嘅反插比較多啦。呢球波亦都係一個好嘅例子，咁啊俾到出嚟，冇啦，文先嚟貪到盡，你唔貪嘅，斯朗喺後邊等食噶啦，咁啊焗住出腳，一出腳插埋個波入網，2-0啊！冇啦，羅馬呢場波就都係始終個把握能力咧就唔夠呢邊咁難，迪亞華拉甩咗佢啦，唔差嘅，斯朗都已經到噶啦。一俾落去，迪亞華拉係走得曬噶啦，焗住落腳噶啦，一落腳插埋落去，伊班尼斯嚟嘅原來，因為佢同文斯尼兩隻腳一齊到啦，伊班尼斯叉先嘅，唔係文斯尼叉落去嘅。冇啊，迪亞華拉走甩咗咧，就呢個小奧斯夫斯基咧就係問題所在。好啦，2-0嘅紀錄，70分鐘嘅時間啦。咁啊，對於佐達斯嚟講，就呢個入球係保險球嚟噶啦，因為而家睇羅馬啦，感覺就佢哋今日個中後場做得唔錯嘅，但係問題就係真係個前鋒咧，始終都係爭緊一個嘅叫做制空能力強嘅人。而家斯文迪斯過嚟咧，似乎啊真係有少少慢咗。
中後場其實差得不錯的，始終都是真的差緊前面一點話呢個波俾落去。其實在正選名單裏面你出馬約拉爾，其實我都覺得有少少就真的有問題所在嘅啦。嗱，呢個波亦都喺迪亞華拉的背脊走入去啦，嗱，完全走得曬嘅，俾佢掘到出嚟。不過就算伊班尼斯唔掂啦，我諗其實後面都斯朗只腳都已經到啦。其實中間仲隔住個文仙嚟嘅，其實就不過唔使啦，唔使斯朗咁辛苦啦，我幫你真係入去。咁啊，二比零嘅紀錄。呢邊係維列道，都係一個犯規。咁啊，佢同埋阿法美路啦，其實兩個咧個打法都有少相似。都是在中場咪好硬正，身材就不是很高，但是就夠健碩。誒呢邊咁樣差到個波，攞唔攞得翻咧？攞得翻喎，新大佬，但係多得滯啦呢球波。再俾埋嚟後邊，布比斯揀出嚟呢邊嘅文仙尼。二比零嘅紀錄，咁啊而家個走嚟本方面咧，亦都見到咧，祖雲達斯咧就係讓緊兩球嘅，1.72嘅。咁啊至於羅馬2.1啦，上半球中位數咧就係兩球半三球，上半2.0，下半1.75嘅。咁啊至於角球讓球本方面啦，而家羅馬仍然讓緊8個角球啊，2.0嘅。咁啊至於祖雲達斯1.7，角球上下半中位數咧就係13.5個，上半2.1，下半1.6。而家角球數咧，羅馬咧就係9-2噶。至於下一球方面啦，祖雲達斯入波2.85啦，羅馬入波3.5，沒有下一球就係2.0嘅。有呢個波有少手球喎，但係冇吹到，吹翻轉頭係咪咧？呢下落腳咧都係有少少咧，就係踩到啊！我彈翻嚟後邊，而家贏緊兩球波，更加咧就可以咧就係喺呢一個後場慢慢去猜，慢慢去組織。關達道回翻後邊，羅馬而家應該都要暫時嘅，要重新再整理一下先，因為喺呢一個嘅中後場，咪而家就基本上問題又唔大嘅，咁但係而家已經輸到兩球波咧，一定要重整翻個陣式，咪又或者睇下方石嘉咪會唔會再做一個嘅換人咧？米蒂恩咁啊，經常性嘅落咗嚟。史巴蘇拿，佢呢邊仲有一個企喺度喎，等緊換啊。咁啊，另外一個班奴佩雷斯，睇會要換邊個啦。文仙尼再俾個尼卡斯道普直線俾落去，攞到個空位嘅，咁但係呢邊嘅佩雷斯要快少少啦，都係拖翻出嚟，因為始終都好似揾唔到位咧，就擺入去咁樣。呢邊爭啲又俾基亞沙偷到，再過翻嚟左手邊，輕輕俾入去，咁啊迪斯高佢都出嚟迎噶啦。但是都是被波洛斯一路黐住個背脊，佢都好難轉到身。
我再俾翻埋中間，俾大恩射埋去，省到再射呢球波都射高咗位度。好啦，本奴佩雷斯都系入替啊，睇下又换边一个啦。卡斯道普啊，咁啊佢亦都应该会打翻咧，就系卡斯道普嘅位置噶啦。咪做翻一个翼位嘅位，咪卡斯道普都七七八八噶啦，上半场不断咁样上上落落，好多次噶啦。咁啊，祖雲達斯而家如果咁样继续发展落去的话咧，就好大机会咧就可以咧就攞到呢三分啊！但系当然啦，仲有成十五分钟啦，咁啊都唔夠膽講肯定，但是以而家嘅形勢去發展落去咧，羅馬似乎今日要入波咧就唔係話咁容易啊！誒呢球波喺塊面度俾入好曳喎，完全又冇力嘅。咁其實睇翻近幾次嘅近六次嘅對賽裏邊咧，包含埋有意大利杯嘅比賽啦。祖雲達斯六次裏面贏了三場的，那羅馬贏了兩次，一場和波，稍稍佔優，其實都要看回就是真的那個的臨場的表現，這邊機械沙應該被人打了一下，又他不是說哇真的一爭批下去這球球，是真的打爭的這球球。其實如果你話上面 VAR 睇到嗌落嚟咧，可能會俾張牌佢添。因為見到布魯佩雷斯呢球波咧，個爭係好明顯係一爭係坐落去嘅。咁但係就走甩咗呢球波，有少少感覺就係話，好啦，俾上嚟，大家一齊跌低咗，球證都俾翻得益，因為呢邊嘅。伊巴尼斯都是攞到个波嘅，好快过嚟左手边，斯巴苏拉，古阿达都睇翻住佢啦，要，因为上半场一路啊俾斯巴苏拉走得晒嘅，喺左手边啊，而家呢邊就都見到咧，就可以慢少少做人達斯，因為咁贏緊兩球波，其實都唔需要話同你去急，等你出到嚟打個反擊。反而前面都有古魯斯夫斯基同埋咧就係斯朗喺前邊咧，驚嘅係你哋應該係話羅馬，因為如果你係兩球波都還有一絲嘅希望嘅。一拉喺到三球咧，成場波就完咗噶啦，可以話。好啦，俾埋你太高呢球波，雖然話兩球波都已經咧就真係有少少嘅距離噶啦。咁啊，但係咧就如果你話拉開到三球咧，就更加咧就唔使再去踢噶啦，剩翻嗰啲時間基本上就可以話係垃圾時間。咁而家剩翻十分鐘嘅啫喎，訓練時間裏邊，計埋保時十二三分鐘到啦，我估計就。我俾過嚟呢邊。卡利斯普雷斯啊，咁兩個都是普雷斯，再過到嚟右手邊，直線俾落去空曬嘅，轉到身，但係一俾埋都散到呢邊嘅本來普雷斯，再俾翻埋，哎呀龍門口，迪斯高啊踩唔到個波，但後邊仲有斯巴蘇拿，對丹尼路。
俾翻出嚟禁區頂定阿華拉起唔到腳啊！超過呢邊嘅文先尼，再俾埋中間迪斯高頂唔到啦，落到嚟呢邊左腳試下啦，俾埋龍門口半傳半射啦，呢球波亦都係龍門口掠過。呢球波迪斯高慢咗少少噶啦，斬埋嚟到噶尾柱嗰個位置，迪斯高咁啊落腳都係慢咗啲啲嘅。哎、又嚟一個擁抱啦，因為將對方嘅攻勢都解圍咗啊！即係咁呢啲鏡頭咧，成日都見嘅。基亞三咪被換走咧，冇錯啦。布拉迪斯自入替啊，咁啊都會係打翻咧，就係基亞三嘅位置嘅，相信就因為佢都係一個逆風嘅球員啦，可以話。咁啱啱換咗古魯斯波斯入嚟咧，都係即刻咧立竿見影啦，有一個嘅入球啦。睇下而家呢邊咪換咗華力斯入嚟咧，會唔會都有另外一個嘅驚喜俾我哋睇到啦？好啦，文先尼左手邊空曬嘅，轉到過嚟。好啦，斬埋嚟升到，哎呀批到啊！龍門口有兩個都揞住個頭，應該都近噶啦。可能都會是在龍門口掠過而已，看看批到，哎呀，他不批分鐘還好。史法蘇拿這球球出得不錯，迪斯高升到，但輕輕就頭皮批到個波，後面入射的兩個被他撐高了個波，都是望門輕嘆。我高波俾上嚟，文先尼都頂贏咗，但係個波彈翻落嚟，再俾翻上去呢邊，伊巴尼斯得住咗個位。羅比斯要快少少啦，不過就揾唔到自己隊友咧，就係比。哦，高波俾我嚟，一路望住個波。咁啊，卡利斯布雷斯一路望住嘅啫，咁啊後邊俾人入射咗都唔知。咁啊，波朗斯都將個波咧係點翻俾龍門，但係呢球波之後啊，似乎係咪有少少受傷？自己行出去添啦，你借入嚟，第四個換人調動啊！可能都是有傷的，波洛斯，因為後防線來說就打得不錯了。這球波看看，輕輕一點點了給門將，跟著他都好像已經知道就不是很妥了，哦，立刻叫換了，是的，所以就立刻直接就換了，都不用看了，一頂完個波，咁啊即刻就舉手。之前啊幫老師一路拍住就係對治，咁啊因為自然嚟嘅受傷啦，咁啊而家自然嚟復出翻啦，又到幫老師傷，咁啊對治又要繼續頂噶咯喎。誒唔止換一個，換多一個添喎。新大陸都被調離場啊，係咪發波態咧？誒呢邊先換就係、是。地字就換了新特魯先，波朗斯仲有一個嘅，睇下波朗斯就嗰個位置係邊一個入嚟啦？鏡頭打出嚟就係佢代替呢一個波朗斯啊，迪米拉爾啊。哦，咁啊，地字可能就會再落嚟都係打翻中堅個位啦。咪因為左閘嚟講都應該。丹尼路咯，因為其實達米拉爾都係中堅材料嚟嘅。咁啊，五個嘅雲調動用曬噶，呢邊嘅祖雲達斯啊，
咁相反呢边嘅罗马咧都仲可以换两个，即系换咗三个人啫。呢边嘅罗马，好啦，咁啊加球 ，C 朗又扁曬嘴，不過都有一個入球啊，今日叫做啊，好啦，兜咗个大圈，睇下点样比啦。呢边嘅卡利斯搬呢个佩雷斯咧，其实入到嚟好多时咧都系比较耷低个头踢波，见佢入。好啦，俾咗落嚟，但系啱啱走紧出嚟嘅呢个搬到佩雷斯。咁啊，相反嚟讲，中国队 C D 一个防守系成功噶。完全咧就將嗰啲嘅線路咧就係封死曬，咁令到基本上都冇位俾入去。掟翻出嚟，落到嚟 C 朗腳下，再俾阿費米路，呢球波偷得靚啊，冇問題噶。好啦，再俾嚟中間唔夠力，咪喺大恩大好嘢喎。喂，呢度再俾迪亞華拉，轉過右手邊，搬到佩雷斯，睇到定。咪鋸埋前柱，過唔到自然嚟嘅。咁啊，自然嚟始終包嗰啲位置咧，真係都相當之穩陣。迪亞華拉快步啊，俾咗過嚟右手邊。本来佩雷斯唔出，兜翻嚟后边，其实你咁样猜，始终都系浪费紧自己时间。当然，你话有啲嘢空位先俾入去，但系太多呢啲咁样无谓嘅横传，感觉罗马呢边，诶，得到个位，喺奥沙度揸起个哨子，但系又唔吹，成班停晒嘅。我哋咪喺第一走落底线，俾唔俾咧？唔俾，俾条路呢边史巴苏拿直接射翻去近处。但系斯阿斯尼都布晒位啦，咪希特恩帮佢拉开个空位噶啦，咪叫翻埋大位射翻去近处啊！咁但系呢球波亦都系食死咗啦。发令时间剩翻分零钟嘅啫，二比零嘅纪录啊！咪祖云达斯距离咪攞到呢三分，咪又近咗一大步啦。咪虽然有布朗斯受伤啊。但係其實喺中堅嘅選擇嚟講啦，佢都仲有嘅，包括咧就係話，而家啱啱入替嘅地治咧，同埋迪米拉爾啊兩個啊，呢邊咪夾硬就射埋去，但係冇乜用。拉布特今日就下半場就少出現啦，上半場都幾搶眼嘅，其實就不過去到下半場咧就唔係話咁多嘅練波嘅時間。地治雖然就喺呢個呢一段時間咧失咗個正選席位啊，但係其實佢都係叫祖雲達斯嘅重點嘅培訓啦，叫做因為自然嚟邦奧斯都始終有退落嚟嘅一日，相信佢亦都係一個接班人嚟㗎啦，叫做
咁所以可能喺呢段時間咁啊冇咗個正選席位，咁但係假以時日啦，其實佢都喺上一季啦，咁啊同埋今季季初啦都頂咗好長嘅時間，表現都越嚟越好啊，咁但係有某啲嘅小問題都仍然係需要解決嘅，咁啊包括有時啲高空波啦，同埋一啲嘅傳中波，佢嗰個時間個判斷咧，始終都係爭緊少少。時間已經係著咗補時階段噶啦，五分鐘嘅補時啊！我呢邊迪斯高輕輕俾過嚟，佢哋知睇到定啊，攞埋個波嚟添。好啦，哥達度一望到啊，揈個長波過嚟俾斯朗，得住個位先啦。而家俾唔俾到咧？冇啦，伊班尼斯係一路啊緊身黐住佢。迪斯高過嚟右手邊。泰斯普雷斯等緊就係搬奴普雷斯上去，都俾到搬奴普雷斯，俾唔俾翻佢咧？唔俾，左腳斬埋嚟，誒呢下就有少塌，不過唔緊要，俾得翻。布華迪斯治，俾咗就係古魯肖夫斯基，喂三個埋嚟，誒未出界喎個波出咗啦。派路咪應該又可以攞呢三分走噶啦，咪方石家就有少少不知所措咁啊！見佢就呢場波，如果就莊達斯贏的話咧，將會咧就兩分反超羅馬，咁啊仲有一場嘅優勢喺手啊！咁啊廿一場波就會二十場波就會有42分，咁啊落後同場數嘅 AC 米蘭就4分啊！咁啊，落后俾呢一个打多一场嘅国际米兰就会系五分。诶，呢边作埋中间，但系弹到拉布特啊！迪马拉尔再俾翻嚟后边，佢即刻就鸟兽散啦，成扎咧就散开帮手攞波。拉布特又系俾人啄一啄。奧沙道都好辛苦，你見到都索曬氣，因為兩隊嘅節奏都快啊，咁啊喺攻守方面都係，咁啊佢都要跟一貼咧，一定都要比較多嘅走動。斯朗再俾翻嚟前邊，但呢個波俾失咗。好啦，高波俾入嚟，呢个波冇啦，大得滞。斯亚斯尼出嚟都系做样嘅啫，咪轻轻就走过。好啦，咁啊呢三分，似乎罗马呢边啊都要摆翻低啦。剩翻一分钟唔够啊！時間夠曬噶啦，之前你輕輕點翻嚟後邊，俾斯亞斯尼，亦都可以咧就隨時接翻起個波。咁啊，你唔埋嚟，佢啊繼續拖下先啦。發現都已經係定咗噶啦呢一個戰局啊。咁啊，佐倫達斯呢場波咁啊將會係2-0，擊敗咧就係呢一個羅馬。因為而家大家都係等緊時間夠，剩翻幾秒嘅啫。奧沙道都將會又吹噶啦，相信就冇錯啦。呢、這個時間都聽到奧沙道嘅雞聲，最終佐倫達斯啊主場2-0啊擊敗咗就係羅馬。咁啊，斯朗亦都有一個入球啊，咁啊加上咧就伊班尼斯嗰個烏龍波，咁啊幫助佐倫達斯亦都係領先到2-0啦。咁亦都係維持到呢一個比數到最後。最終2-0擊敗了呢個羅馬，升上第三位啊！咁啊，今日嘅直播時間亦都係到此為止啦，多謝大家收睇，喺度同大家講聲拜拜。